共创壶升到40级，升级速度会明显降慢。等了好几天，终于是升到了45级，解锁了战术腰带。完成指引会获得400个蓝色的微晶，回到营地就会触发任务，直接获得8个全新的芯片，4个进攻，4个防御。不过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居然只有3个芯片槽，而且第3个50级才能解锁，现在只能用2个。如果真的只有3个，那大佬抽再多也没用啊，你只能用3个呀。现在没有原件，看不到目前的等级限制，79级所对应的芯片等级最高是8级。小陈在芯片槽的数量上以及等级限制上都极力避免大佬会以我们拉开扎去的可能。不过共创壶抽芯片还是400一次五连，目前确实只能看到3个芯片槽，不知道升级以后会不会增加，我猜测极有可能。